13点整了，朋友们，我们整一下子看看啊。朋友们，我告诉你，刚才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大妈说口罩好多很有问题，她做了一个试验，我表示怀疑，我也来试试看，发现还真的是这样哎。你看看看啊，我现在做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网上买的口罩，这个也是，我来试一下啊。网上买的，这个是昨天我们小区物业送来的，政府发的20个大礼包里面呢，我看看政府发的这个口罩是不是有问题，能不能挡细菌。哇，你看我这么吹都吹不灭，同样的吹我还吹的力气大一点，看来网上买的口罩全部是不达标的，怪不得我们上海那么多人感染，那么多次搞那个检测啊、抗原啊，都会那么多人，越来越多的人得，原来就是这个口罩有问题。口罩有问题吗？我们不清楚啊，有可能吧。啊，有人说新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，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的，说他玩的是小圈子，当一个小皇帝啊，他玩弄女性啊，他是个自恋狂。